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谢市长啊，讲几句好不好？来，国良。非常感谢少康哥、农界委员、小新委员、四宝委员、宏威委员，还有郝市长、玉珍委员，还有钟小平议员，还有跟我这些情同兄弟姐妹的基隆市议会的各位议员先进，各位我们热爱中华民国、热爱基隆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感谢我们少康哥跟我们所有的同仁，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大家共同的到基隆来相挺国梁，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的，大家说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一年多都有努力在做事，刚刚少康哥讲的，我们在一年的时间已经把基隆打造成一个全台湾路口最友善的一个城市，我们的行人车祸率是一般县市的一半都还不到，甚至有的是三分之一，这个就代表我们基隆的路口友善，我们基隆的市政正在改善当中，大家说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亲自去参加了在三沙湾旧公车处的必应创造跟我们市府合作的音乐空间，就等于台北市政府的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那个真的是给年轻朋友很好很棒的一个音乐的一个环境，我们基隆就要迈向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城市了，这个也是城市的进步，大家说对不对？对。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第一，我们都有很认真在做事，第二，虽然现在外面有很多媒体有不实的攻击，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少康哥跟我们这些兄弟姐妹的相挺，我非常的温暖，而且我一点都并不会有压力或紧张或害怕，因为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跟我们站在一起，大家说对不对？而且最主要是我们真的有在做事，所以我们会好好的在市政方面不但是做好，而且让大家知道未来我们要做哪些相关的工作。我们在七月跟八月跟我们的女性的议员跟委员说一下，我们在政聘会大楼还有一个月的芭比的快闪店啊，对爸爸妈妈跟小孩子，我们在朝境公园还有 AR 的恐龙乐园的特展，所以在在都表示国梁对市政是有信心的，而且我们会逐步的让大家了解，让大家知道我们一定会努力做事，而且我们也不怕艰难，所以不管有没有投票，我们都相信我们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大家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非常再次的很诚挚的感谢少康哥跟所有兄弟姐妹一起来相挺，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市长。今天非常谢谢这么热哈，我们这么多热心的乡亲来支持谢国梁哈。那刚刚听到谢国梁有没有很努力做一个基隆市长？有。有没有？有。罢免他有没有道理？没有。当然没道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刚刚讲哈，德不孤必有邻了哈。大家看这么多这个立委啊、议员啊，一呼百诺哈，从台湾各地来，包括我们在地的议员哈，就表示呢，大家支持谢国梁，大家觉得这么好的市长，如果把他罢免掉，其实是一件不公道的事情，对不对？对。基隆市民能不能做这样不公道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基隆市民不会这样啊。所以各位好朋友，你如果要评断谢国梁两年半以后这个市长的选举再来看嘛，一年多你怎么评断呢？林佑昌，你不要想转移焦点，我告诉你哦，我觉得检察官要好好去查查当时基隆市政府跟大日跟 NET 到底中间什么关系，哦，要好好查一查哦。林佑昌真的要小心，转移焦点是没用的，要小心不要变成第二个郑文灿，我这个给你善意的警告，悬崖
勒马回头是岸。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赵董事长。那我们是不是请所有我们市长，我们赵市长，还有所有的议员跟委员们帮我站在一排，我们稍微往后退一点，小平委员，一起往后面站一点点呢，面小朋友们来一张合照，守护基隆，守护国卫，反恶霸，挺善良，我们一起比出一个叉叉的手势，不同意罢免，我们不同意罢免，不同意罢免。我们投下不同意票，我们要一起